积木对孩子是很有启发性的益智玩具，可以培养孩子的耐心还有空间的逻辑，也可以促进孩子手眼协调和小肌肉的发展。为了有效地解决积木的收纳问题，同时也让爸爸妈妈有自己的休闲时间，基于这样的起心动念，我们决定开了第一家以共享积木跟儿童益智课程为主的游戏空间。爱积木目前在大直、内湖、民生都有店面，而且每一家店都拥有400组以上不同的合组积木，让小朋友自由选择。期待阿提摩未来在全台湾都能够有分店，培养更多的孩子有趣学习并乐于分享，让因爱而生的爱积木陪伴更多孩子成长，就如同陪伴自己的孩子一样。